哇塞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不给人家，这不开放下载还得了？我真的很坏，网友会生气的。谁要下载当桌布啊？黄小姐没有办法接受去吃那种味道很重、重口味的餐厅，比如说麻辣锅，比如说有蒜啊、海鲜哦。然后还有那个吃了之后，因为你的习惯是吃完马上就要打啵了的，不是因为吃东西你之后饱了一定多少会打嗝一点嘛，那我们吃饱了是不是就会上车要开车走？在车上打嗝，那车上打嗝那个味道很难闻，对对对对，没有办法接受。像吃饺子配大蒜哦，第一次约会吃个饺子吧，吃饺子也太奇怪了吧，韭菜。我不喜欢男生吃饭声音很大声，谁喜欢啊？不喜欢，因为我是很容易被影响的人，我吃饭比较慢，然后我旁边的人吃饭如果声音很大声，我就跟着大声吃很快，然后那一餐吃完会觉得说，为什么我吃完这顿餐好像很累的感觉？我以为你会跟着一样被影响更大声，比大声。含在嘴巴，然后在聊天的时候就喊着，对啊，然后聊天聊聊聊，然后就看到他那个筷子去夹菜，哎呦，没有办法。那如果说真的有人不用公筷，他是这个样子去夹菜的话，我会记得他是碰过哪个地方，就不要碰那个地方。用筷子夹菜也就算了，他还用筷子剔牙，你知道有线的，他们比较淳朴的小孩子，你知道。吃一吃牙缝的牙是其中一支去剔完牙再去夹夹来，而且公筷，我觉得公筷这东西很麻烦，你知道，我常常公筷夹一夹就，对啊，就变成私筷，你们自己的，哎，再拿一副筷子。吃半个小时，桌上有6副筷子都自己，然后服务生又不爽了，哎，你怎么样啊？你几只手啊？清新可爱的黄璐瑶，美食当前时，能把持得住自己的吃相吗？制作单位串通经纪人，以工作之名约了黄璐瑶在餐厅吃饭。有个明星爸爸的他，餐桌礼仪到底好不好呢？昨天定妆还 OK 吗？可以。对啊，就是可能还要再找一些那个衬衫。对啊。然后你下次要记得多带一下小可爱。哦，对了，对啊，我都忘记了。对啊，小可爱。那个小可爱是白色，然后我床单是白色，我放在上面就忘记了。然后那个表啊，你今天有收到吗？我刚刚传给你。你没有？它场次有更改，可是时间没有变。那下礼拜就要拍了。看来黄璐瑶家教不错哦，吃相挺有气质的。接下来制作单位通知经纪人，请他离席，让黄璐瑶独自吃饭。他会不会因为四周无人而更放开来吃饭呢？用饮料清理嘴里的菜渣，会不会太另类了？接下来回到棚内，看看他最丑的吃相照吧。不用难过，在这个跟前面两位比，你算是稍微斯文了。哦，能螃蟹能吃的那么斯文，算不错的。螃蟹就是要吃的很脏啊，吸那个汁要抠要挖，真的很过分哎。我刚刚是谁说吃饭不能讲话的？你讲的蛮多的。说改表，我现在小可爱了。哇塞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不给人家，这不开放下载还得了？我真的很坏，网友会生气的。谁要下载当桌布啊？这样讲起来，那如果说秋天来，刚约会约你吃大闸蟹，那也怪哦。很奇怪，我觉得约会吃相很重要。然后你如果要约我去吃这种，就是吃相要这样用得很脏很脏的，觉得没有办法，我可能就不吃了。像如果我参加很多，就是人家一起像秋天的时候吃螃蟹，我就会说，哎，我真的其实我不喜欢吃螃蟹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太难看了。比如说我们几个自己人 ，OK 啊，可开心，你在对面这样。我吃得很痛苦，就很痛苦。那我就干脆讲，我吃会过敏。就反而算，是不是这样？我是如果真的要吃到虾子的话，我会用筷子去剥虾。虾子啊？对。哦。你现在讲，我们已经不太相信了。哎呀，给我反驳的机会。会啊，把那虾子摆在桌上。
传得出来。厉害的，厉害的，厉害的。女人出去吃饭应该很烦哦。看，就是看跟谁。就是一定有熟的还是比较对，熟的话还是会放得开啦。不是，你一定有掺杂几个不熟的，大家都是艺人这样吃饭，一定很尴尬。对，威如你是饿了的，一边讲一边挪位，很饿一点。而且但目前还好啦，还好。对你 OK 啦，第三名啊，前面但是照片第一名。对。哎呦，女人还有一点很可怕，就是好像都是鲜哦，吃东西很少。像木西妍啊，她真的就是仙女。他不吃晚餐的，他不用吃饭，不吃晚餐，他吃的东西都是数得出来的，他一天吃的东西都数得出来，他吃很少。那怎么还这么啊？哈哈哈王老，你现在在改变你自己的吃饭的方式？对，因为以前我的习惯是我一定要吃宵夜，没有吃宵夜我睡不着。对，然后我吃完宵夜，我可以直接就躺在床上睡觉了。哇！以前就是吃不胖，可是后来这几年发现好像代谢没有以前的好，是不是？然后要改掉这个习惯好痛苦哦。年纪有了不一样了，好不好？我没有，我还很年轻啊。你几岁啊？18。18岁。各位观众，这一张你们一定下载得到，他18岁吃螃蟹的样子。我喜欢穿细肩带的衣服，因为它就是穿脱啊都很方便。哦，他刚示范，方便，对，真有诚意。有示范，可以再示范一次吗？对啊，因为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啊，对，都可以。有没有办法示范两边？两边。很方便，因为你这样一拉，它就掉下来了。小钟已经呆掉了。你们三个，真的是王八蛋，三个他掉，你懂啥？我们被勾走。我的老天爷！可是你这个质感应该蛮舒服的。对，因为我喜欢穿有点，它会有点冰冰凉凉，然后因为它，因为我不喜欢穿蕾丝，丝绸感觉的那种。对，我喜欢穿这种，就是很舒服，然后又真的。兼实用性，因为如果男朋友要抱啊，或是他要伸进来，这么细，伸进来，伸进来都很方便。哇，伸进什么东西伸进去？随便你，温暖的，有体温的东西啦。请问一下，你选睡衣，你最讲究什么？就是像我刚刚说的，我就是不要有裤子的。但因为我这件事只穿上衣，那我平常也喜欢穿那种，就是下面是可能是短短的裙子。就是有点长的，然后短短，就有点若隐若现。哦，就连身的吗？对，连身的，就类似也是这种。你现在这个裤子再长一点。对，就大概这样。这个叫，哎呦喂，我天哪，很多东西。因为它这样也很方便，就可以撩起来。你这样拿柜子上面的东西哦，好危险的。为什么要拿柜子？这个是什么料？就是有点算丝绸，对不对？对，丝绸，有点会冰冰凉凉的，很舒服。蚕丝被那，我喜欢这种。这个抱你的人也会很舒服，对，就算你不脱掉，抱起来也很舒服。这样，而且又是肤色。你阿公也穿这个，我阿公也是喜欢穿这种丝。你阿公也穿细肩带？没有，都细肩带，正常纽扣，但是这种丝哦，那种。飘飘的，但是要注意这种富贵人家穿的，上海人，对，十里洋场八点档的，有没有？对，老爷你怎么醒了？